送你个礼物。什么？摩托车？什么？没有东西啊。这不是我赫尔公寓的钥匙，这是你的钥匙串，有印象吗？有啊。你不会是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住？你把它买下来了？当时买的太着急了，全款不够，就贷款买的，不过等今年年底差不多也就还清了。不是不是，你买它干嘛呀？你又不过去住，这不是浪费钱吗？你回国那天拉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，特别舍不得的回了洗衣房看一眼，还拍了照，记得吗？啊，结果照片拍糊了，你还让我回去再给你拍一次。那个时候我就决定等毕了业发展好了，攒下了第一笔钱，就是要把那个公寓买下来，最好是同一间，要是不行的话也要在同一栋楼里买一间。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？送人礼物哪有提前说的呀？那我们下次回去做一个手续。这间房子是你的吗？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在打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开始攒钱了。你这个大傻子，你应该跟我讲的。你这样就不用贷款了，我有比赛的奖金，我们可以一起买呀。那还笑什么话呀？那怎么不像话？这个人可真能造钱，哪有你这样的？要买房子也肯定先在这儿买，谁会买一个不常住的嘛？这里的？嗯。你是说婚房吗？不是，什么呀？谁说让你买婚房了？不是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刚登门就说要买婚房。那不是我买的话，也不可能让你买啊，那都不合适啊。我没有在跟你讨论婚房的事，不是，我没有在跟你讨论结婚的事情。哎呀，谁说要跟你结婚啊？不跟我结婚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要跟别人吗？不是你这。哎呀，按你的要求啊，都整好了。试一下。好看吗？快说好看。好看，好看。对。你好可爱呀、啊！把我扣上。
刚刚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林亦扬，谢谢你。和我，不用说谢。You never were so fond of memories. It takes forever just to find a home to live a life under the starlight. So would you say it back? 恭喜你，林队长。来点实际的。结束就可以天天见了。